分长哎、欸。说那个士官长去哪？我记得就是没有啊，要炸开了。对，我知道啊，因为刚刚读取。反正我们少一个召集战士。对啊，对啊。对。这一代要钱赚啊。对啊。怎么讲啊？也是。啊，我的脚快卡了。拿一把枪就走。圣母峰吗？我在窄路中哎、欸，完了，真小，反正那段我也看过。感知真的能窄路好吗？惊讶一声。好吧，我觉得不行了，我要重开了，重开了。我已经游玩了十一个小时了。我重开好了。啊！真小。我怎么又跳出来了？没有站着了，好了。可以开始了。把鸟射死，他只蒸发了这样。刚才没有步枪啊？那我们起来的时候就只拿一把手枪。还想跑？手枪弹夹都打完，还没死是怎样？哦，干自爆兵！完了。真的每个信封都要自爆啊！什么罩子放亮点 ？K26，这里是 K20，新盟的轻装军舰正在蒙面攻击，照我的指令发动拦阻火力程序，危险靠近。干！收到 K40，遵照你的指令发动拦阻火力。火力一发动，完毕。火力一
我不怕他们了，炸我啊！炸！走楼梯啊！我玩，没什么。炸我哥！收到四十，发动火力二，发射。山下。该死！你们怎么停着那东西呢？到底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这里他妈没有人来，收吧吗？还是什么？你们爆就给你们爆了。箱内快打死了，没有这种东西。救命！救救我们啊！我可不要救你，我自己都救不了。那些东西是什么？是毁灭兽，我们快找掩护。哦，是毁灭兽。毁灭兽枪我觉得还蛮炫炮。有一名友军加入，超级战士，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管他的，超级战士，快来支援！收到第七疏散小队，对吧？快去协助疏散，完毕。那把会让人看起来觉得你的近战会有加成伤害。我不知道怎么查，反正我喜欢他这个枪。我走，干！我原本要走了。还对我丢两颗手嘞，干太远了吧？收到有关西蒙自杀小队的情报，不会吧？就是会了。战士们，照着放亮点。妈的，太远了吧？刚刚那检查点了。这里是 K40，西蒙的轻装军舰正在蒙面攻击，照我的指令发动蓝族火力程序，危险靠近，活命！收到 K40，遵照你的指令发动蓝族火力。火力一发动，活命！火力一发射，撑住了。哎，我们家地下厕所在看着。锁哥儿。第四十四要求蓝组蓝状况回报，后勤二六零七六军舰仍然在攻击。收到四十，发动火力二，发射。操！我就不能跑步。该死！你们怎么停着那东西呢？好，再就是我们大眼睛做事哦。并没有好吗？好，运输舰往走。先躲一下。好的，走。滚！我都喊救命了，他还跟我喊救命。是毁灭兽，快找掩护！你才毁灭兽呢！战士，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管他的！超级战士，快来支援！收到第七疏散小队，快去协助疏散！完毕。几只？两只。为什么就他拿的不一样？他是追踪弹是不是啊？操！中庭的电梯可往下到达货港，再从货港到达那座大楼。一定要进去那里。哇哦！敌军从西方来袭。哎，背好硬哦。好，进去找那座电梯。没丢了。这一大堆人啊！可以闪一下。
跳舞吧，废物！妈的！你再把粘着弹粘在星盟身上，他们就逃了。但也要粘得到啊！哦，粘到了，他跑走了。我不要打了，我去，我待不下去了，这个地方。热掉了。安装鞋是满的。我走，我走。顺应输船，正在往中庭这里部署，小心两侧。这区安全了。干，非常安全啊。那我们这边打半天，当安全啊，干。喂，运输船来。我等会有另一把近战武器。对啊，毁灭是有他们自己的进展啊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哦，还好，他们找那些平民了。我被撵到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现在是我。他这电梯会超窄啊！对啊，他这个范围的，这动力值啊，我没有动力装甲，我最深就是动力装甲，好吗？那有防护罩啊。他还没讲，刚才他还没讲完话、啊。就当你有个可能这样，还有人不会知道他。我知道好吗？他最后没有听完他说的话，最后还是死了。完蛋！等一下、啊，他们真的看我们队打，你再打下去啊！说什么？讨论什么？因为我们杀太多友军了。欢迎加入牛蛙队。我们要占领执行侧厅的降落台，好让疏散运输机降落。超级战士，继续努力。我想试一个东西。等他过来的时候。刚才的。正在杀这么多友军，
这样。我也只有锤子可以用，我没有军枪，算是烂。有，我看到，先把先蒙打死了。干太多了是吧？好呀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他这边去。太多人啦！钱怎么够用啊？我只认出一个。他们没有动力护照，其实还蛮好杀的啦。对啊，就打头就好了。对，打头高一点那种。他们超级战士啊，没办法，我们是平民。我会打这个。啊，被炸死。对不起，我走，我走。干死你！要两百。没有，有一把是屌的。哦，我是有句啊，这突然冒出来，我以为是别人。面啊，他在哪里啊？两个都是在这里。哎，火箭筒哎，你不要拿火箭筒。
더 보려. 爽什么？他没有流浪哥，我已经射死了，还有一个毁灭兽，没有顶部。我最近看到一只啊，算了，我也想去了。奥里线。哦，那个榴弹是。等等，那是神风哦，那不是毁灭兽哦，干，为什么是又有神风？那盾呢、欸？冰王。冰王八。对面超级战士都比较强，到底怎样？也不是超级战士都比我们强。干！我被阴欸，带中点就不要跑。好吧，我干！操！
我干！操！那士兵好猛，他才是超级战士吧？他们才是超级战士吧？他们好猛啊！没有，他们不是啊。超级战士很高兴的与你一起跳，我们守这里，你上列。他们好像 ODS 啊。确保那些运输机能完好无伤。超级战士上来吧。要喝的了。超级战士加速了，吓死了！以为控制住了，结果轻装军舰没了，真没了。我们的舰队分散了，正在集结。该死，我们都受命要疏散。看来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半途而废。疏散运输机第一五呼叫疏散派遣室，人员已上机，准备起飞。李师，这里是疏散派遣室，收到，准备好即可出发。城市中间的迷宫太危险了，我要走另一条路线。第一五疏散派遣室，标记好主。他对。收到，第十五，你能？你死透了。左旋引擎被击中，我们冒烟了，我试着让它降落。不是了。